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此刻，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中秋节。每到中秋月圆，无论你在世界何处，当我们仰望星空，都能感受到一轮明月的清辉，倾洒着人类美好情怀，期盼和谐幸福，人人健康和世界和平的悠悠寄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磊。您现在收看的是2020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线上文化周连线直播活动。我们将通过虚拟直播间，利用多媒体技术连线中秋特色活动，连线海外朋友观看线上演出，送上节日的祝福。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也曾望今月。今晚明月高照，竹林烟雨迷蒙，源自古典的丝竹之音曼妙缭绕，传递着思念之情，唤起深深的记忆，还原着梦中的故乡。让我们一起欣赏新时代与传统文化交融的天籁之音。Thank you.
中秋祭嫦娥，月是故乡明。今晚，无论您是在家乡，还是正在归途，在中国各地，可以说到处都有尝不尽的中国味儿，美不够的中国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观众展示中国各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过节的盛况。中秋的明月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今晚的圆月是博大的，能容得下来自全世界的祝福和思念。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健康平安。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幸福安康，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快乐！快乐！我们向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和中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节日祝贺。Al Centro Cultural de Cine en México por la celebración del Festival de Medio Otoño.En ocasión de la celebración del Festival de Medio Otoño, a la Hermana República Popular de China y al Centro Cultural de China en México. Desde aquí, desde la Ciudad de México, les mandamos un cariñoso saludo con motivo del Festival del Medio Otoño. 中秋佳节，幸福安康。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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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团圆！中秋团圆！一万元，人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佳节幸福安康，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圆圆满满，春台有意，长久挂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是一首歌，
中秋是一世情，中秋是中国向世界讲述的一段中国故事。接下来这个节目是演绎中西文化合璧，共同畅想中秋的精彩时刻。我们邀您一起来欣赏，共同感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好境界。
让我们感受一下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国公众和我们常驻国外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的文化和旅游使者们在世界各地发来的中秋祝福。事事圆满，幸福安康，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安康，中秋佳节幸福安康。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中秋佳节幸福安康，中秋佳节月月圆圆，事事圆满，淡竹夜华绿照片，祝大家中秋佳节幸福安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您中秋快乐，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中秋快乐，幸福祝各位朋友中秋快乐，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祝大家中秋佳节安康，中秋佳节幸福安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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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快乐，幸福安康，幸福安康，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幸福安康。今晚花好月圆时，今晚温暖相思知，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此时。此时此刻，华夏大地无处不在的是幸福的月光，同时今晚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心中共同的回忆，也让国际友人感受到了这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观众朋友，2020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线上文化周连线直播活动到此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海内外的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幸福。